生做一半期，点点做你的记忆，爱你的心也过爱一世。你阿去讲，就是阮无影，安尼大家嘛会误会呢。安尼我甲恁嫂啊，忍来甲牺牲，这拢白费啊。安尼到时我这坐我嘛行不起，我甚至讲两乖，我甲恁嫂的婚姻嘛毁掉，你知无？念慧，自细汉你就上听话，你拢徛在我这边啊！这个你搁相信我无？我会用酒抓啦，我绝对无可能做对不起念慧的代志啊！哎，恁二是安怎来天天吐吐、天天吐吐的？你小念了啦啊？无啦，都我明搬回来啊，念慧真未谅解啦。哦，安尼嘛，哎呦，念慧啊！阿姨知影哦，你总唔甘的哦离婚啊？哎，我嘛总唔甘的呢，我骨卡唔甘的哦，阮建豪阿弟在外口安尼吃苦了。但拄只吼，恁弟嫂伫咧灶家有甲我讲啦，伊嘛足体谅建豪啊，因两个翁仔某安尼分开住，嘛是不得已的啊，吼。哎，家己请哦，即卖迄债主哦，拢唔死心呢，迄个拢会去公司安尼乱呢，哈的。即卖公司的信用嘛破产啊，你着爱给建宏啊吼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嘛，搁会拼看卖者哦。等这个风头哦较撇一阵嘛哦，啊伊自然就搬倒转来啊，吼对不？哦，是啦，丽慧，多谢你这么关心阮的代志。啊，不过咱嘛要考虑一下建宏的立场啊。建宏的打拼搁付出，我拢有看到。所以我已经真满足啊，卖搁为难伊啦。嗯，嘿啦嘿啦，啊你卖想想遐济啦吼，啊小等吼，咱做伙食一个饭吼，就无代志啊啦哈，好吧？阿姨，歹势啦，我即马真正无心情食饭呢。嗯，啊你是讲安怎啦？你啊，你拄则讲的话，我暂时相信你，也毋过我希望你讲话。啊！你心肝是卖消毒。嗯。哎，喂，林慧啊，林慧。嗯。那林慧哦，是啥物话啊？只啊，我听无咧，毋知你咧讲啥。啊，你到底是咧冤啥啦？无啦，真正你讲我无法度搬回来代志啊。哦。我嘛无心情食啦，我等下公司。哎，你甲我动诶，你甲我动诶，哎。我已经准备差不多啊啦哈，哎，打电话啦，等哦，礼拜吼，跟玉玉啊，当随驾随驾啊，你若敢甲我走，你试看卖啊，来，摇滴滴摇滴滴，来来，礼拜来礼拜。好了。别当走哦。哦，好了。为着我甲离婚未来幸福，暂时都爱委屈者。等我有一天再重新站起来，让丽芬和弟弟过好日子，那时候梁慧就能了解我的苦衷了。伊是咧甲爸过去哦，唔是啦，伊是讲李嫂即卖有官司嘛，有债务啊，伊要拍拼事业，伊若是甲李嫂在做伙哦，惊麻烦啦。嘿，啊伊讲这什么笑话哈？离婚的安尼嘛是遗憾呢，讲到袂顺哦，是离婚对不起伊同款，拢无咧想着离婚的感受啦，啊唔知哦，伊头壳内到底咧想啥呢？啊，我知啦，拢为了你安琪啊，拢嘛伊害啦。你遐甲安琪无安怎，大嫂你莫有别人讲啦。我的意思是讲，拢是迄安琪啊建议离婚哦，去替建宏担罪啦。只要建宏当作无代志共款，伫外口咧逍遥快活啦。伊也毋想看卖哦，无得靠离婚真正过一阵仔，就要来去关啊呢。啊，毋趁即个时间哦，好啊陪伴离婚。我毋知咧想啥，伊安尼。到底算什么东西嘛？就是讲，林慧啊，我知影你的身份哦是建宏的小妹，所以你唔敢骂伊，不要紧，我是大嫂，我来干嘛哦，拄好尔。
无啦，大嫂啊，没要紧啦，我一定要替离婚哦，出一口气啦。哎，娟仔，你是虾米代志，安尼夸个大声声啦？哈？爸，建龙回来啊，伊也唔讲哦，找出个阿尼不代理我，讲伊也是哦，要家己一人住喺外口啦。啊？哪样呢？我知，所以哦，我来甲骂一下啊。啊，我来看麦。我等你来啦。好啊。爸，因为。 你免去啊，非得哦，你唔敢对伊安怎，我来干嘛就好啊。大嫂啊，啊啊，建龙咧啊？哦，哦，伊转来一下就走啊？啥？走啊？嘿，啊那安尼啦，那无甲爸拍一个招呼就走啊？那伊就做无用咧，赶时间呐。 伊是咧做啥物大事业，伫遐无闲啊！哎呦，你莫想起啊，你莫想起，你坐啦，你坐啦哈！哎，等下吼，哎，伊有要做一个布咧送咱老啊，哎，你看，这吼，好，这是要送你的啦哈！啊啊，来啦，你来回过，这是哦，今日要送你的呢。我即嘛奇怪啊，有时间买礼物，啊无时间甲爸拍一个招呼。喂，哎呦，你哪安尼有白等啊？哎，手表啊呢？啊，你买这是咧创啥啦？ 人也无转来啊，啊心肝也无转来啊，啊你买买了，这条阿你不搭，伊条这安尼我就会欢喜的哦。哎呦，你唔通安尼啦，人这是结婚的孝心啊，你是咧？啊这是啥物孝心啦？哦，啊你这做老母也嘛唔知安怎伫咧嫁囝咧，你看人离婚啊啦，无顾着一切，都家己伫抱转来，你看恁囝啊，唔知伫咧想啥，到即摆也唔转来，伊是安怎？寸板就着家庭无要挃啊，就对啊啦。 就是讲呢，但是讲什么理由啊？啊，无想看嘛，讲吼，是离婚咧替伊担罪，伊才发到离外口逍遥自在呢。啊，讲到袂输哦，离婚是咧拖累伊的。吼，你拜托坐下，你莫讲啊遮严重啦。等结婚哦，就已经有解释过啊，啊离婚哦嘛咧体谅啊，嘛讲要家己支持啊。嗯，你莫伫遐咧吼，诶，胡白讲话啊，伫遐咧哦，添油加醋咧讲啥？ 无唔对啦，这离婚会当谅解啦。也毋过你这做大家啊，你敢会感受讲你这新妇受到遐尼大的委屈？我有啊。有啊，甲金阿坤啦，有。那前日咱顶逝，安尼去亲家啊，三万两是拜托讲阿弟弟，互咱抱转来，叫离婚阿转来，你看亲家都唔肯啊。啊，你看人即摆离婚啊？ 无顾着引导的人的迄种感受呢，啊弟弟甲抱转来，伊主要是为啥？想讲伊伫咧自以为是阵，是毋是大家会当咧互做伙一家安尼会当安尼团圆？对啊，啊若真正安尼吼，伊规日就莫转来啊。哎阿姨啊，啊你敢唔惊讲吼，啊亲家迄边来知影，建宏阁领落离婚，啊会来甲你讨走囝转去哦？好，三八听啊，你是讲煞袂哈？哎，等。 建宏啊，因阿母即马吼，好好啊，就无代志啊！你莫伫遐咧，人咧食面啊，你咧发烧来哩。哎呀，我好心甲你提醒呢。免啦，免啦。哎，别听，别哭腰啦。离婚安尼啊？楼顶啊！我来看卖咧。哎呀，我知影讲安尼讲，你会生气啦。 要唔讲吼，有影早就超过啦。好啊，你点点啦，你咪讲管遐济啊，真正你无讲话，你喙齿听心啦，哎，我来讲啦，吼，讲甭讲哦，摕人的礼物哦，摕到咧收紧紧啦，你无听人咧讲啊，哈，吃人嘴软，拿人手短。 你是伫咧创啥啦？啊，建宏无要搬转来，啊，你也伫咧支持伊。爸，建宏甲我解释过啊，而且伊的顾虑嘛确实无毋对啊。哎呀，毋管啥物理由啦，我也袂安尼顾予你受到任何的委屈啦，嗯？爸，对啦。 你敢知影讲，进前爸哪会甲建宏赶出去？迄都是因为伊伫法庭内面哦所表现的，互我感觉信心。
我不才会甲赶出去。我甲赶出去的原因，主要都是爱伊安尼好好反省。啊，即马你家己转来，佮家弟弟抱转来啊，我当然会当替一。无毋对啦，啊，之前我都有甲讲过啊，只要建宏转去你后头厝，求你转来，我就肯予伊打你忙嘛。啊，即马你家己转来，煞来弟弟你佮我带转来，伊总袂用你参与阮导游安尼，看一日就走啊，丽华，你安尼伫个讲吼。没有，我感觉就对不起你，嘛是对不起亲家因啊。爸，我知你的用心，无唔对啦。我甲弟弟带转来，嘛是希望讲一家人会用趁这个机会好好团圆。啊，不过建宏确实有伊的苦衷，而且我嘛足惊的，后来我真正爱去坐家。安尼，建宏就搁较无法度回来，伊会离这个家愈来愈远。阮爸妈捌甲我讲过，做一个查某人，上大的责任就是爱家己的家苦活来。假使讲我无尽到这个责任，安尼我决定所牺牲的，还搁有付出的，毋着拢无意义啊。你莫阁怪建宏啊，好不？伊一个人爱面对外口的债务，爱打拼事业，确实足辛苦的，请你体谅伊。而且，我若真正去坐卡，至少在你的身躯边，阁有伊的爸爸会用来照顾伊。啊，你干嘛？嘛只有建宏头友好的呢？结婚啊！春丽啊，你有听到？你看你的媳妇遐尼友好，阁遐尼高尚，啊，那你嘛伫个奇怪啊！啊，生的后生甲人无参照呐，啊，到即马唔听话，阁不要紧啊，阁无想要搬转来，伊安尼做是啥物意思？你甲我讲。结婚啊！我听你安尼讲哦，我真正足感谢你的啦。啊，我拢知影，你足爱建宏的，嘛足体谅伊，嘛足支持伊。我陈大海啊，哦，真正足甘心的。啊，他即马吼，啊建宏就无法度陪你哦，无安尼无要紧啦，妈哦，好好照顾你啊吼。啊，像讲吼，你想要食啥的时阵哦，你就尽量甲我讲，我就煮啥互你食。啊，你若吼，想要去踅街啦，去佚佗啦吼，我陪你去啦吼。啊，搁有，你若伤忝哦，抱弟弟哦，我来甲你照顾，拢我就好啦吼。啊，你莫想伤济呢，啊，好不？来，坐下。黄金曼特宁黑咖啡，你想来？到今嘛，你阁真了解我？那是当然啊。那安尼，可能是你平常时较无闲，袂记得我甲你讲过话。爱考虑遐保持朋友的关系哦。无唔对啊，我甲建宏是好朋友啊。也毋过我感觉，恁已超过朋友的关系。你是来遮接我的？我是来关心你。嘛是关心阮二嫂，但是之前我是你男朋友的小妹，咱两个人感情就亲像姊妹仔共款。要毋过即马我是阮二嫂的小姑啊，我嘛爱替伊烦恼，因为我感觉你甲阮二兄真正愈行愈远。啥物叫做愈行愈远？你的意思是，我不应该替建宏找金主，接手伊破产的公司，而是我不应该帮助伊转去公司担任执行总经理，也是讲我不应该立下做美亚做，替伊想看卖，要哪甲去里拍官司？因为，
二嫂敢是足希望建宏会用个重新站起来？建宏嘛足希望丽芬会用个平安无代志啊。是安怎？我替建宏做遮个代志，你无向我说多谢，颠倒搞讲遮个话。那安尼是安怎？我二爷到即摆拢唔肯搬转来。你敢认为甲我有关系？无是啥。林慧，你迄个家有真侪真侪原因，何建宏无想要转去，这点你应该真清楚。对，阮倒是较复杂，也毋过你拄则所讲的原因，拢就无存在。即摆阮大兄佮大嫂，拢真关心阮二爷。阮阿姨嘛真希望阮二爷会当搬转来，而且阮爸嘛答应。上重要的是，阮二嫂佮囡仔拢搬转来。因某仔囝真需要阮二爷照顾，那安尼即摆，阮二爷阁有甚物款的理由会当无爱搬转来？迄就是恁家的代志啊，我无必要回答你遮的。你即摆无爱回答我的问题，无代表你就无问题。安琪，我会记得你捌甲我讲过，你甲阮二爷袂阁做情妇啦。不过我感觉代志毋是安尼呢。那安尼？你是叫我莫阁插你二兄，叫家己去应付凯莉，应付所有代志。你即摆是咧威胁我？我无需要威胁你，因为我有甲建宏讲过啊。伊若是叫我莫阁插伊所有代志，我会甲伊公司的资料拢还伊，袂阁甲伊联络。你是咧威胁伊是？我替伊做代志，你讲我甲伊旧情复燃，我无想要管啊！你阁讲我威胁伊？你现在今麦讲的这么刻薄，做代志这么超过。安琪，不管你今麦是不是在替我二兄处理公司的代志，迄拢不是问题。问题是你今麦心内到底在想啥？我今麦问你几个问题，你给我解答。第一，你今麦跟我二兄无任何的暧昧，你的之间干那朋友的关系。第二。你对阮二兄还够感情，也毋过伊即摆是别人的后生，所以你爱控制你的感情。第三，你还是无法度放袂记你，你甲阮二兄过去的感情，所以你用心计较，甚至设计阮二嫂入去关，就是要甲阮二兄抢倒转来。第四，你根本就毋知影阮二兄心内咧想啥，也毋过你还是不顾一切。掉落去，因为爱着较惨死。你卖问我，你常常安尼问别人，是安怎？你袂用问你家己？你敢会当给我一个答案？我知影，你就是爱着较惨死，所以你无顾别人的批评，你嘛唔知影会伤害着别人，你就是要甲二兄打三工，对无？我无想要伤害任何人，我更加无想要破坏建宏啊，佮有丽芬的家庭。啊，不过建宏伊即马最需要我的帮助，我会无惜一切代价，为伊做所有代志。无唔对，我对建宏还是有感情。啊，不过我即马所做的一切，拢是一个弥补一个遗憾。那安尼你的答案就是第三，你想要寻找阮二兄？因为你捌失去，这是你心内永远拢无法度放袂记你的遗憾。唔对，我心肝内的遗憾是建宏从来唔捌需要我。不过即摆无同款啊，我能感受到建宏伊对我的需要。林慧，你敢会当了解一个人互人需要的感觉？这种感觉真危险的，你若是予人需要关心，你就唔敢放手啊！搁再讲，这是你爱过的，若是你即马搁咧爱人，那关系这点你应该放心。因为建宏伊是一个无胆的人，到最后伊还是会回去伊的家庭。伊无需要我的时阵，我袂搁需要伊。安琪，阮二兄需要你。那是因为公司的代志，
你需要阮二兄，迄是因为你对伊还阁有感情啊。这种需要阁无需要，两个是无法度做伙比的。你唔通为着要证明你对阮二兄心目中的地位，你要把感情放落去。啊，若无到最后受到伤害的人，一定是你。我老祖公，你是来接庇我，啊，不过你听起来，你是真心在关心我。多谢，安琪。林飞，我今天要看资料啊，若无我唔知影要安怎对付凯莉。我相信你应该袂阻挡我继续做这件代志。好，多谢多谢，好，安待会见啊，好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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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见，再见，再见。哎，林飞，你看，我搁做一笔生意啊。我唔是来这听你讲生意，我拄则问你个问题，你还袂回答我？我拄仔毋是甲你讲啊，真清楚啊。我甲安琪都无暧昧啊，你是安怎听无啊？唔是我听无，是你无讲清楚。那呢，我即摆应该你讲清楚。我即摆所做的一切，拢是为着丽云，为着弟弟。还佫为着阮家庭的将来，安尼有够清楚无？好，就算我相信你，啊，不过你敢知影？你即摆所做的一切，拢是利用安琪对你的感情。因为安琪是我的朋友，啊，我即摆有困难，伊甲我斗相共，这是倒有点唔对啊。当然唔对啊，因为你嘛知影安琪对你还佫有感情啊。这是你家己讲的。是伊甲我讲的，拄才我去找安琪的时阵，伊甲我讲啊真清楚，伊的心内还阁有你，伊还是无法度甲恁过去感情放互袂记你的。就是讲你讲的事实啦，这嘛不要紧啊。安琪是有你弟的人，伊要处理家己感情问题。所以伊才唔要负责任吗？就算伊无法度处理，受到感情的伤害，迄嘛是伊家己的代志。你就会当目睭揢揢，当作啥物都无看就对啊。因为无你爱我哪做，把安琪赶出去，把我的公司做袂起来，啊，让恁二嫂啊官司无辩护的机会，啊，甚至让我婚姻失败，家庭破碎。你会当换律师啊？你是安怎一定要靠安琪啊？我都无钱通请律师嘛。这不是理由，爸会支持你，伊会当替你请律师啊。我袂当相信爸，即马敢若安琪在当互我信任啊？你毋知影，安琪比咱厝的人。啊！搁离婚以后头找的人，搁较会用我信任的。你毋是袂当相信爸，袂当相信李素英后头找的人，是因为你伤害，让因失望，你感觉自卑，无法度面对因，对无？这就是你做代志的习惯。倒片，你倒片，你会过去；倒片，你利用安琪的事实。好，你别搁讲我约客哦，我来出来。你呀、啊。好，两位。咱厝的人，啊，搁认为后头厝对安琪拢真袂谅解，所以我希望你别搁去安琪问一寡有诶无诶。啊，若无，这安琪若避免无爱甲我斗相共，安尼我真正毋知要安怎咧。因为，我应该你讲一句实在话，毋管我怎去伤害着安琪，我是绝对无可能去伤害着恁二嫂诶。安尼有够清楚无？李兄，你别搁讲啊。多谢，好，多谢领导。嗯，无安尼啦，这继续方面，我会感觉较低咧，是毋是讲？很变啦，有机会后摆做个合作。你走去啊？是你。自动降价，人家也是卖，这敢不是计数的问题哦？你要跟他讨论看卖哦。反正我先给你淡薄意见哦，可能对你有帮助的。你哪会吃？
为倒去跋倒，都要为倒去爬起来。这是我拄则跟人签的合约，你要跟我学看卖无？但系你之前捌叫我过一声总经理，那你过去遐冤冤冤，我都莫甲你计较。我用甲你一挂闭关，互你伫甲客户之前的时阵啊，用久着生意，也咪用趁着钱哦。你想搞我啥？ 到我陪人去啉酒跳舞，还出袂家己啊！好啦，这代志哦，你比我较贤咧。我要教你，是变咱卡踏实地、规规矩矩的甲人做生意。哼，笑看人阿姊，一个袂计划的人，跟我讲卡踏实地、规规矩矩去做生意。毕竟哦，进前公司伫你发展的时阵，你可是恁厝内底啦。后来是恁做失败，你可能丢人。 卡着关系，你有可能太太。奶奶，我即马最想要知影讲，你有法度坐一只狗连翠花，你考的阁是虾米人？我考的，是我喙齿紧咬的。你欠欠我代理权，你甲逼到爱去卖模仿的药品呢？你家己要犯罪，你本来就应该用掠去关啊。 我讲我洪良去关的人是我，但我袂用遐尼漂白，共我的无我叫放伫外口面对公司。K，你敢知讲我是安怎即摆有法度伫只季节客户，免管伊啷个来，嗯，还是因阮太太，伊甲所有法律责任拢打开。你互离婚只关系？无唔对，因我袂用安尼就拍落去，我伫外口。 我阁有真侪真重要的代志要处理，其中一项上重要的，就是甲你收拾单身，离婚受到的伤害，我会伫你的身上一点一滴吐出来。 我只是要互伊知影哦，伊今日害到这么凄惨，伊一定要付出相当的代价。建宏，你即马这无简单有一个机会，用重新开始。你若是一直要甲凯莉算这笔账，你都无法度冷静去思考业务上的代志啊。咱做生意就是为了要趁钱，应该和气生财比较对。你若是安尼甲凯莉斗来斗去，准做无伤害到家己。 买火箭这精神呢，这对咱来讲拢真无意义，你知影无？我知啦，还良心嘛，兄弟场的代志我甲你说一声吼，你莫烦恼。哎呀，弟弟嘞？弟弟在困啊。弟弟困哦，啊你，你也无爱困？我若是无甲你讲电话，就敢若有一件代志无做，共款困袂去。我嘛是共款的，我真正足想你的。 你若是想我，随时打电话给我，建宏，你身体都还够好，唔通做甲伤忝，也唔通伤过操烦。我伫找伊找拢真好，你用放心去拍拼你的事业。你爱想讲，你即马所做的一切，拢是为着咱的将来。你的心内都还有希望，安尼。 你唔才有拍拼的气力，知影无？你放心啦，我知影。好啦，无你紧休困，我嘛要休困啊哈。晚安。OK， 较早困了哈，晚安。
安琪啊，你来无出声啊？我拄则在咧看资料啦。哦，安尼哦。诶，阿姐，啥物代志啊？无啦，我都无闲到真晚，想要打电话找人开讲。歹势哦，遮尔晚，搁差着你啊。啊，袂啦，我嘛拢无闲到真晚咧。啊，对啊，你是你无闲啥？你是无闲客户的委托了？ 就你甲凯莉的关系啊！哦，安尼哦，真歹势哦，互你遮无闲的。对，我今日伫外口，我真着凯莉呢。对，你做到真对啊！ 亲像凯莉迄种人吼，伊着一定爱甲伊压落底。嗯，是讲我咧做，敢会伊去用事啊？这敢会去影响到我处理生理的代志啊？袂啊，凯莉即马知影，你无卡着关系，而且个人继续做生理，伊一定哦会想办法来打击你。所以你爱先甲伊压落底，伊才袂来抓你啊。你放心，你若有啥物问题哦，会用个来找我。 你嘛袂记得哦，你即马有一个免钱的法律顾问，惊啥？安琪，多谢你哦。袂啦，你若是有任何的需要，我随时拢会做你的义工啊。义工，就是做我家己欢喜、甘愿做的代志。安琪，多谢你。有你伫我身躯边，我加真有勇气啦。 安琪，阮二兄需要你，迄是因为公司的代志。你需要阮二兄，迄是因为你对伊还阁有感情。这种需要甲无需要，两个是无法度做伙比的。你唔通为着要证明你对阮二兄心目中的地位，你要甲感情放落去。安若我到最后。 受到伤害的人一定是你，建宏，咱是好朋友啊，我应该甲你斗相共的。无啦，就是讲好朋友哦，才较歹势。好啦，建宏，真话，你紧去休困，我咪要休困啊。好，较早困，好，晚安。 小贤啊！你好，你好。啊，小贤，怎样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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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我听我。
文杰讲，恁大家拢是照顾伊的哦。无啦，好凶啦。无啦，好凶呀。啊，听讲今仔有人生日，我特别有做一个蛋糕，要给大家吃啦。啊，希望大家哦，莫去嫌啦。啊，袂啦，有通吃着，搁要嫌。小贤，我们本来想讲哦，无买蛋糕，啊，想袂到这拄好，你着送来，真正是够拄好个呢。真的哦。真的啊。不给啦，这个表示你跟小贤哦，心有灵犀一点通啦。你巴肚内底咧想啥物哦？小贤是拢知哦。啊，好啦，啊蛋糕摕来啊，要食蛋糕无？好啊，好，好，紧摕，紧摕。噔噔噔噔。哇！哦，这足水的，看起来足好食的。我来讲，不是看起来稀罕尔。食过了，你就发现什么叫做蛋糕界明日之星啊！哇，这才出国比赛哦！阿伯，今麦大家哦，来唱生日快乐歌啦！别别别，唱过啊，唱过啊，别唱过啊，唱过啊！你看因大家，还嘴暖吼，就要顶落来。我看吼，蛋糕比这些好啊啦！好啦，阿向寿星啊！我我寿星啊！哇，对啊对啊对啊！生日快乐！谢谢谢谢。阿伯的蛋糕哦，第一得爱向寿星吃啦。哎，吃看卖。爱公好食无？嗯，好食无？怎啦？嗯，松松绵绵，真有口感，好食。真的？真的啦。哦，来来来，吃。哎，大家吃，拢爱讲尴尬哦，吼。阿姐干嘛？来。安坐安坐。来来来。小田，你做的蛋糕今天做好吃呢，我再跟小朋友家己买哦。哦。不过我今摆买袂呢。哦。还是可惜的。嘿呀，多谢你大家吼，对小贤捧场啊！小贤吼，才拄仔摕到烘焙执照，有这种刚好哦，应该算真厉害啊吼！啊，我们小贤哦，伊以后目标是开一间蛋糕店哦。哎呀，我跟小朋友来捧场啊！无啦，我即摆手艺哦，大概无一点啊，而且开店啊，出侪钱的哦，无法度啦。哦，你这手艺哦，已经是部落级的，来坐出来卖啊！哎，小姐，你出差啊？小姐，你无看新闻哦，即摆真侪人伫网络上卖物件嘞，恁遮物件嘛会使卖哦。所以哦，就算无钱啊，开店面哦，赶快会使做生意哦。嗯，我知啊，好啦，多谢家己的建议，我会考虑啦。哎，文杰啊，你的主持人来嘞，永志，你来跟小姐做伙唱啊。我不要唱歌啦。要去唱啦，唱啦。先唱哦！好啊，我先唱。终于做了这个决定，别人怎么说我不理智，也你也一样的肯定。我愿意天涯海角都随你去，我知道一切不容易。我的心一直温习说服自己。最怕你忽然说要放弃。爱真的需要勇气来面对流言蜚语，只要你一个眼神肯定，我的爱就有你。就相信会在一起，人潮拥挤，我能感觉你放在我手心里，你的真心。想要跟你参详一下啦，什么代志？无啦，我听张师傅讲哦，伊有一个助理哦，准备要辞头路，啊，我想要问你讲，
你敢会当把我调去做张师傅的助理啊？阮店的甲学校有建教合作，难免都有学生要入来实习啊。暂时无法度让你入去做助理啦。不过我听师傅讲，你也袂甲学校申请的啊。我想哦，应该会赴啦。你敢那固定，都有法度去避开甲男朋友讲热线电话。我哪会敢搁让你入去厨房做助理啊？不是啊，店长，你嘛知影。好啊啦。假使你若是敢把固定伤过委屈，你着归去实习的卖做啊嘛。你不是已经有证照啊？无得靠别间的用你啊。啊，不过我才是唔敢啦。无啦，店长，我想你可能误会啊。我无讲我要辞职，我嘛无讲我伫遮吼足委屈的啊。我店长啊。哎，你叫是讲店长真了不起啊！我看你啊，根本就是阮家小姐比你少年，比你高水，搁也做蛋糕。你该店长有生气吧？文杰，你是讲啥啦？店长歹势啦，以后小姐，我出来回事嘞，一批无一百批着啊，头路死死，咱来走啦。死死，即摆天气遮尼歹，外口想要做店员的人哦，满满是啊。小仙，你家己爱想好清楚哈。啊，不是啦，店长。小姐，我出来帮你做啦，行。哎，店长，我跌跌，哎，文杰，店长，你听我讲啊，文杰。无你要转去，互这人糟蹋了哦。你哪样大主大义替我辞职啊？啊，无你家己讲，迄种所在，你干嘛住会落去？你安尼做，根本就是意气用事啊！即摆景气还歹，伫别个所在，我无一定找有头路呢。我若找无头路，我该当哪个生活是要安怎啊？我一天加半工作就好啊。我就是无希望你遐忝嘛。但不甘愿啊，小贤。迄店长话已经讲啊真明啊，啊伊对你有偏见，你若是继续留伫遐哦，嘛是无机会会当转做师傅啊。啊，既然无前途，你搁留伫遐有啥物意义啊？你明明希望你家己会当做蛋糕师傅，即摆证照嘛考着啊，敢讲你还希望留伫遐做店员啊？你唔通袂记，你有一个真大的理想，你要开一间幸福蛋糕店啊。我知影我有我的理想。唔过要追求理想，迄饭碗嘛是爱顾啊。你甲东东的饭碗，都我来替恁照顾，你着放心去追求你理想，我做你的靠山。来生做一半戏，点点做你。